中年花型冤家后退日常。我在我们那没手续，身份证、户口本，您再以无犯罪证明。您看，你这种人也号称自己是个设计师，你的存在就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侮辱。他设计的图案华而不实，人脸皮太厚，容易被电梯门夹住。他说我脸皮厚，他说的是我看不见的地方，随随便便做点手脚，没人看得出来。你不会连橡木和橡胶木都分不清楚？俗话说得好，杀头的买卖不做，亏本生意没人干。你什么星座的？什么星座？咱那个君子协议，齐心协力搞装修，和平共处，不打架。君子协议只适用于君子，不适用于骗子。一个团队就应该。哎，峰哥，对门的女交给你抓东西去了。现在就是我男朋友，这不行了吗？这以后还上啥班啊？那你跟我之间呢？你是打也打不够，跑也跑不掉，是不是喜欢陈思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想做个安静的包工头，怎么这么难呀？